青兰是集颜值和演技于一身的专业演员，出道多年，如今更是凭借《延禧攻略》里面的皇后娘娘收获了一大波粉丝。11月3日，青兰现身西安某品牌活动，青兰的出现吸引了一众粉丝，一出场就引得粉丝激动尖叫，可见她的人气之高。照片中青兰上身穿着白色无袖衣，搭配黑色短裤，一双大长腿很是吸睛，更是衬托出她完美的身材比例，也让粉丝们羡慕不已。再加上青兰纤细的手臂和白皙的皮肤，让她看起来非常的有少女感，并且青兰还扎上了灯笼辫，十分青春俏皮，更加减龄。而她此次也穿着蝴蝶结装，露出美背，尽显自己的美丽性感，更是让粉丝大饱眼福。虽然人到中年，但是青兰凭借自己颜值与演技再次迎来了事业的高峰。活动现场，青兰还玩起了抓娃娃机，表情十分认真，专注地想要把娃娃加上来。女神也是和平常人一样，不时显露出可爱的一面，这样美丽温婉又可爱的形象就是现实版很多男生心目中白月光的代表。